再来的话呢，请各位哈，就是再切到那个综合练习那个 TSC 这个页面哦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今天有个延伸性的练习，就是我希望知道，比如说这边到底有几会员，到底有几个人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记得一个快速键 Ctrl 向下，它会跳到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。那 Ctrl 向上就移到上面了，所以 Ctrl 向上、向下、向左、向右啊。哎，就可以移动这个范围，在这个范围之内哈的资料哈，哪个在最上最下啊？那你可以 Ctrl 向下，你可以看。